话，你插插话，你真奇怪，真奇怪。啊，你阻人烦啊！我爱我，我该解释哦，你搁他妈在内我，你冇够奇怪啊你啊！我该生啥，我就无计较，你是你计较啥？和老婆李亚平、主持人诸葛亮、艺人于天在节目上一搭一唱。出道至今30多年，演艺辈分极高的李亚平、于天夫妻两人，现在一个被找去当副教授，一个更是荣誉系主任，而不止夫妻俩。女儿于小平也因为曾拿过世界麻将大赛第三名，传出校方有意聘为博弈教授，遭外界质疑，到底凭什么？他们在这种演艺界的这些专业，还有呢丰厚的这些表演的成就跟经历，也希望说能够来借重像于天大哥或亚平姐他们这样的一个经历来给我们做。翻开教育部规定，校方解释，根据大学法，只要从事相关专业性工作超过12年，就能聘为副教授等级。以李亚平的资历，甚至到教授等级都没问题。于天的荣誉值则是没有特别规定，但专找他们一家人当老师，校方也被质疑，难道是有政治因素介入吗？那政治的部分不在校方的考量中，所以那一种说法对亚平姐来讲，是不对的，而且也是不公平、不允妥。她自己评呢，就是82分，电算机系统把它篡改成只有52分。2年多前才因为为求评鉴过关，校方传出先找来合格教师，事后再借故恶意解聘，如今再惹风波，让形象再度大打折扣。记者张世国、吴登立台报道。